现在来数一数，你看现在这个镜头里有四个花苞，有四个，然后这靠窗户这边这还一个五个，现在呢是有四朵在开，你看现在是九朵。今年可真的是我们家这个令箭荷花的大年，这一盆花呢，它已经是开的第二批花了。第一批花呢，当时是4月份开的，当时我还没回来，我还在国内呢。当时呢，猫公就拍了好多照片发给我，说你看今年开的可好了。我还说呢，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再开呢？啊，结果我的花呢就听见我说了，所以呢，在我回来之后，看它们又开始开了。